欧巴桑，可不可以加瓜不？爸，啊无，我搁去开一碗汤给你啉，好不好？你先好的酒菜炖大虾。我一顿了，啊，互恁安尼咧替我烦恼。妈，真实的啦。哎呦，无代志啦，恁紧去困啦，紧去困吼，紧去困。好啦好啦，阿母，我都先出来啦。啊，恁若要起床要摕啥物件，你著甲阮化解呢。会啦，会会嘿。是甲我讲，讲我无伫的时阵，你会好好照顾阿母。安尼，我再去安尼办一个代志，你就会踮在厝的跋倒。你是有孝顺伫照顾妈妈，现在妈妈家己跋倒，啊，孝顺去扶嘛袂扶啊。妈妈食饭的时阵哦，你若较食要倒来陪伊哦，伊敢会跋倒哦？我有常常倒来陪伊啊。你总袂你叫我拢莫出门，几点啊？拢交予阿爸你顾。即马发个已经差不多啊啦。你就是反对我去做主席啦。你若要出去照顾别人哦，家己阿母先过好啦。无啦，我有人是你是睏伤饱啦，啊，暝时煞袂睏进啦。来，先睡得乖哩吼。无啦，先睡一个囡仔吼，有人啥会安尼搏一个，敢无啊大？明明着我家己跋倒的，啊，伊煞咧怪你。真实的啦，啊最近伫绿花，有影是较无用，拢无人转来陪你食饭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知影你点头足无用的，有当时啊吼，着搁陪客户去食饭，你哪有迄个时间？先生吼，像杜尚，受日本教育的影响，家庭观念有较重。你敢知？我以前吼，甲恁大哥住伫台南的时阵吼，伊拢嘛叫我转去下面靠上住呢。先生哦，即马都有样学样啦，伊原来要求你安尼哦。要毋过照顾妈妈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啊，时代无同款啊啦，你遐尼无闲，啊我嘛是袂遐顾办，一定着你来奉待我啊，吼、哦。
只要吼你先是安尼家庭过好，我也着足欢喜啊。妈，阮两个真好啊，只是讲吼观念无啥物共款。但是啊吼，你咧讲啥我拢有听着啦。明华，妈妈毋是反对讲你去帮衬别人，你爱体谅现实，伊是一个查甫人，较毋茫茫毋茫讲家己个某吼留较侪时间伫厝内，一点吼，你着爱用智慧去甲了解，毋通妒忌，吼。好啊，紧紧困，你明仔载着去做生理，吼。你在笑啥？无啦，我是在笑啊。本来我是要入来关心妈妈的，啊，今嘛颠倒，换你来关心我。哎呦，恁是囡仔嘞，啊，阮大人闹迄个对囝袂关心的嘞，吼、哦。好啊，莫想遐济，紧去困，哈、哦。嗯。好，啊，你莫较早困嘞。好好好。搁咧生气哦，那无你别困嘞。啥讲的？那无你伫徛店啊怎？妈妈跋倒，若是我毋入，我甲你回死嘞。啊，敢讲着因为安尼，我伫咧客厅想代志的自由拢无啊。想代志？唉，今你是有啥物代志通想啦？你是毋是搁咧想你迄自责的代志啦？无效啦！恁哦，就是伫阵乌巴桑哦，你咪遐浪费时间啦！你咪乱讲话啊！我哪有乱讲话？你著明明把时间拢用伫咪别人个身躯顶啦！若无阿母哪会跋倒？我甲你讲啊啦，有你嘛讲袂清。今日中昼，我明明伫咧店个处理生理上个代志，啊你偏偏爱讲话住在遐去。好啊。你若敢讲你哦，踮咧店个伫做生理哦，以后你著莫出去外口做主席嘛。哼。我现在爱答应你，是你家己讲的啊！你要无用生理哦，就莫去甲遐个师姐哦，出国外口不当不西啊！这甲做生理有啥物关系啦？我是要安怎讲，你才听有？免啦，你就莫出国外口做遐无聊的代志哦，安尼会用的袂？袂用的。你看，又果是你遐啥物自济朋友敲来啦，三更半暝，也无讲考虑别人是毋是已经困去啊？我叫因啊，随时都会用你敲来。喂，还未睏呐？要去方便哦。好啊，恁找我，我一定去。无问题，再见。大家有较好无？你今仔日出来有要紧无？袂要紧啦。明华，厝内面若有代志吼，啊，阮讲一声，毋免逐摆拢缀阮出来。对啊。阮大家对我出门哦是无啥物意见啦，有意见啦是阮家迄个田先生。你拢毋知影，阮大家一跋倒，伊就将代志哦全部拢讲为朱姐姐来啦。啊，我小看辩解者，伊就讲哦，我也是予恁大家洗脑。恁看啦，话哦安尼是要怎讲落去？可能哦，恁师兄放火头啦，唔通甲伊计较。嗯，我一礼拜安尼，搁伫咧去啦。就亲像我大家讲的啦，伊是受日本教育，足大男人的哦，想讲哦，家己做个啥物拢对啦。哎呀，阮师兄嘛是安尼，你哦较忍耐咧啦。
小女，你唔免替伊讲好话啦。伊这人真嘛，啥人甲伊讲话拢听袂入去，真是足僵化的，足自以为是的。我惊伊哦，若是无将伊的缺点讲予恁大家知，恁想讲伊是偌好的人咧？伊即嘛是安怎？代志哦，决定落去哦，是绝对袂用你改的啦。我一天到晚讲我是啥物固执啊，爱伊家己咧，我亲像一块石头啊，足硬哦，足无够道理的。好啊啦，来，先啉一点茶。你骂人哦，才袂水当。嗯，我若是拢无讲出来，恁敢知影？好啦好啦，莫生气。豆豆哥，先啉茶。我也是足气。你是咩讲到这么歹？啊，无你是要来烧掉哟？我哪有安尼讲？你哦，讲了伊一摆的歹处哦，还是不敢甲伊烧掉，就卖嫌啦。你这样袂歹。是啊，讲到恁电视兄哦，人佫顾伊佫只顾家，是安尼较杂念啊尔。人嘛，互你真自由，无你哪有法度跟阮来，对不对？人哦，爱知足啊啦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伊是安怎拢袂对我出来看卖嘞？爱地球，知无？有两滴无？有无？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来坐坐吼。谢谢。来坐坐。风鸣是较惯习啦，无亲像当初遐尔激动。我甲老大谈上过啊，你即马已经遐尔投入啊，已经出来做委员啦。做委员？嗯，啊，你毋是讲拢惯习啊？唔可，我看会用的啦。这是一种的肯定吼，甲一种的责任嘛。要占唔占吼，是你的发心啦。回去考虑看卖，啊，考虑好吼，再和我讲，我再带你来去见师傅啊。来，来，来，较细腻，较细腻，行。来，较细腻啊！一天哦，总算慢慢的结束。一天的时间哦，实在过了真紧。即马时间较早嘞，我想要去倒位行行。啊，你顶回毋是讲恁兜公司十周年去？对啊。今嘛，恁拢听到啊？伊讲啊，拢爱来哦。啊，恁公司十周年，够欠啥？啊，无咱今嘛来买哦。免啦，迄个哦，互阮烦恼就好啊。伊讲啊，恁人来就会用啊。安尼哪会用的？你爱阮去吼，嘛爱阮来表示一下。是啊，免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在闹热的场面吼，我来去甲你插一盆啊大盆的花。对啦，桂师姐吼，插花是一流的哦。啊对啊，啊厝内有大机会敢无？今仔无呢。啊无安尼啦，今仔时间还阁早早，咱来花头窑看卖啊，看有适合的花敢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免啦，迄个花头腰真贵呢。哎呦，庆祝十周年呢，嘛小场面摆一下。哎呦，这种活动哦，汉娜才一届啊，塑胶擦擦就好啊，莫浪费啦。啊，你若惊浪费哦，三不二时我再来恁家哦，擦一本啊送你啊。你是不是？我是伫咧想，贵教授这爱我做委员的代志。我哪村哦？你是烦恼恁厝内，原来是做委员，做委员真好啊，恭喜你哦。不过我即马对朱姐是真了解，啊，即马做啥物代志嘛，拢是恁带我的啊。还阁有啦，我阿即马的态度，我实在是真烦恼，我惊我做袂好势。免烦恼这啦。较早哦，我嘛捌想过，也毋过哦，只要有这个心，就会解决代志。只要有发心，任何困难拢会解决的哦。我问阿美官，知影会当解决无？阿美华敢毋是讲过啊？卡素伊若是无同意，你今仔日敢有法度讲出来？身体啥状况好？妈妈咧？啊，妈妈哦，足无闲的啦。阿姨今日有代志，还无来呢。大家都来。好啦好啦，进去啦吼。回来啊。爸爸。乖啊。诶，先生，阿先生，无甲叫啊？爸爸。好啦，先进楼梯吼。阿恁二姐咧？阿姊，袂歹嘛，搁知影路通好转来嘛。一天到晚就敢那会晓插别人的影子事啦。哎，是安怎啦？弟弟嘴齿疼。先浩，哎呀，原来你嘴齿在疼哦。哎呦，可怜哦，无怪拄才转来拢无讲话啦。先浩。妈咪带你去看医生，好不好？先浩，袂用安尼啦，喙齿疼，就爱去看医生。爸爸带你去，好不好？看完，爸爸甲你买玩具，啊？奶奶袂用你啦，行，妈咪带你去。无先浩安尼啦，阿姨带你来去看医生，安尼你喙齿就袂疼，好不好？乖啦。无，阿姊，姊夫，我带伊来看。看下无，即摆囡仔有代志哦，拢无要找咱啊。你安尼阁继续落去哦，无用一寡时间阁好好照顾伊。以后伊真正毋知影讲，谁是伊妈妈啦。迄个医生用迄个把我喙齿放起来，足痛的。哎呦，用贴就足痛。对啊，搁一直流血，然后阿姨就叫我食药啊。啊，你有食无？安尼啦，紧睏好啊。但是我睏袂去。啊。若无妈妈就讲一个故事互恁听。妈咪，你要讲啥物故事啊？妈咪讲一个佛经内底的故事啦，叫做双头鸟。妈妈，什么是双头鸟啊？就是有一种鸟啊，它有两个头，那其中一个头呢，如果在睡觉的话，另外一个啊就要守卫，这样子就能够保护城堡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啊
他很爱睡觉，每天都要打瞌睡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每天都在帮他守卫。可是他很好哦，从来都没有什么怨言，也不计较哦。然后有一天呢，这个呢，他又在打瞌睡，又在偷懒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另外一个就只好再帮他守卫啦。然后他就守着守着，咦，忽然有一阵风刮下来了，居然刮下来一颗香果哎。妈，什么是香果啊？香果就是佛经里面说的一种水果，很香又很好吃。然后呢，他一看，哎呦，闻起来好香，就赶快把它吃掉。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被另外一个那个爱睡觉的知道了。然后爱睡觉的这次就想，哼，居然自己吃一个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告诉我，下次啊，我一定要报仇。然后呢？后来有一天呢，就轮到这个爱打瞌睡的这个守卫啊，然后他守着守着，忽然有一阵风刮下来了耶，居然也刮下来一颗果子，他一看好高兴哦，就赶快把它吃掉，心里想说绝对不能够让另外一只知道。结果啊，没有想到他吃的居然是一颗毒果子。那那个不爱睡觉的不就很可怜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够太贪心，也不能够有报仇的心，对不对？嗯。要不然就会像那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另外一只就很可怜哈。阿诺啊。吃饱了。吃饱，安尼食遮少啦。人老哦，膝头袂做，当然饭啦，愈食就愈少啊。啊，无搁食一嘴好无？来。啊，我真正吞袂落啊啦。你气色看起来真歹呢，要叫田先生带你去予医生检查一下无？唔通唔通啦。我这是老人症，去找医生也无药可治啦。唉，因遐无闲，啊，逐日安尼拖我去看医生，哪有迄个价值？你是毋通黑白甲先生讲呢？啊无，你搁加食一嘴。搁加食一嘴啊！对，搁加食一嘴就好。我加食一嘴，你就是毋通黑白讲啊。好啦。恁哦，实无简单呢，安尼四界咧帮咱人，嘿。无影啦，阮嘛真是受到师父的感动，一项一项啊做，慢慢啊学，慢慢啊看，毋才有法度吼帮助人的这个过程啊，了解到人生的道理。这个师父哦，真伟大，搁慈悲。我若毋是这个生命吼。足想要甲恁去见的，欧巴桑，你气色真好呢，一定有机会带阮去看师傅的啦。无影啦，你敢知我这双脚吼拢无力啦。阮妈妈是今日看到恁来哦，规个气色拢好起来啦，若无昨哦，还阁无精神呢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欧巴桑，阮常常来陪你开讲好不？好啊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啊，不过这礼拜吼，阮大家拢要去花莲开会呢，要搁带一批人吼坐租坐列车，啊，才无时间吼陪你饮茶甲开讲啦。无要紧啦，恁安尼吼四界做善事，我知影恁哦足无闲的，
你要带朱姐的车哦？是啊，你要去无？我听苏姐讲哦，你已经足久无转去华林看看。我是真想要去啦，不过找有妈妈爱照顾啊，免你走伤远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嘛无法度，妈妈是上重要的。嗯，是啦，我本来想讲哦，这回你也发度去吼，会用甲大家做阵修正，啊不后悔啦，同款啦。唔通唔通，事要修正吼，你都爱去。吼，你唔通爱让妈妈甲你白条的啊！我足爱你吼，甲这苏姐吼，安尼去。妈，真多谢啦，我是留在厝的好啊。是安怎？肯是讲较无唔对啊，厝的有妈妈爱陪，嘛有贤浩甲怡芳爱照顾，安尼来做主席哦，才袂不光让大人怨叹，囡仔嘛得怨叹。哎呦，你煞袂晓两个囡仔拢带去，当作去佚佗，安尼唔得好啊！哦，啊厝哦，我甲你顾，你拢唔免操烦。先生哦，若有啥物意见，我会甲你讲，吼。
伊哦一定想袂到咱会唱朱哲歌。咱朱哲歌哦，实在真好听，还输流行歌嘞。对啊，其实哦，咱若回去哦，会当组一个合唱团啊，定唱这种歌，心情嘛较快活。好啊，找我这款歌来练哦，组一个团体嘛真好。对啊。连都是这两个囡仔，比因爸爸搁较早接近师傅。爷你坐，饮茶啦。哦哦哦，谢谢，好你无闲。没了没了没了。到山了到山了，哎，你来卖粉。爸爸。哎，来啊。来抱抱囡仔啦，吼。来来来来来。来抱抱抱，哎呀，哇，哦。那拢困去吼，哦，李兄李嫂在干啥行啦？是啊，哈，明华你回来啊？哎呀，李兄李嫂啊，伊专工来看阿母的啦。哇，这两个囡仔是安怎忝安尼啊？哎呀，两个哦，着头一遍去看书，看到啥拢遮好奇的啊，啊走来走去啦，倒位嘛要对，你看即嘛忝到爬袂起来。哎呀，谁讲恁啦？无人叫恁忝到安尼啦。嗯，咱倒一遍出门哦，回来袂忝，不过这边啦。忝是忝，我感觉真有价值呢。哦，师傅讲哦，伊讲囡仔都亲像水啦，不管是地里什么款的所在，都会变作什么款的。以后一定爱定定，让囡仔加接受一寡善缘，甲师傅嘛爱较接近。你遐日说歹势啦，啊恁来哦，我拄好出门，都无甲你好好交代。哇，紧啦，阿母都有讲啊，是伊叫你带囡仔出去行行看看的啊。是啊。阿母我讲哦，因让恁照顾我足好。没啊啦，是阿母也疼阮较济啦。歹势啦，阿阮家做阿兄的吼，大家拢伫教书啦。若讲要有时间陪阿母哦，实在足少。啊，无参与恁做生意哦，时间较自由啦。啊，再甲阿母囥在家，恁照顾才久啊。啊，你讲啦，阿母无嫌阮做生意哦，做个遐无闲哦，阮就已经真感激啊啦。袂啦。啊！恁在做国际生意哦，无闲的时间，就是一转啊一转啊尔。一年哦，爱出国两届去订会啦，啊，时间拢是固定的，所以这段时间哦，有遐就较无闲的。啊，去欧洲哦？是啊，是去看时装发表会啦，哪看哪订会，这边若是无去哦，规天行李都拢免做啊。安尼哦，有影真重要哦。恁特别去欧洲吼，差不多爱离开厝偌久？差不多两礼拜啦。两礼拜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后盖若拄到的时阵吼，恁家叫我起来照顾阿母啊，顺便吼，嘛会当甲恁顾厝啊。李嫂，你敢会用你专工安尼？大家轮流出啦。安尼好啦，咱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兄，李嫂若会当来哦，安尼上好啦。
我本来搁咧烦恼讲哦，后抓出国哦，是不是啊？甲阿母送倒去旧厝啦？你若会当来照顾，我就毋免来甲阿母安尼送过来送过去啊啦。多谢阿李总。唉，免客气啦，啊照顾阿母吼，本来就是大家的代志啊。多谢啦，听您的。谢谢。 即阵啦，才特别帮你叫去厝啊。一定哦，一定啦。啊，店才开尔，都要出门，敢那我明仔载都要出国嘞。嗯，送叫你哦，最近哪做歹找的啦？那有，我嘛常常伫店的啊。哈，你是会才搞见的嘞？大概哦，拢叫我去方便的时阵来。我要哪知你什么时阵要做什么工课啦？哈，我即马都甲你讲啦，像这个时间哦，我都无伫的。这个时间？ 嗯，我爱回去厝的，陪阮大家食中昼。哦。也免累啊啦。妈，恁哪会敢那食这几嘴就食袂累啦？人老啊，食这要创啥？ 你有发现，阿母最近身体有变较差无？嗯，伊物件拢食袂落去，我有是点仔烦恼呢。咱即摆妈想要出国的代志。我有甲妈妈讲过啦，毋过伊讲毋通耽误着证书，有啥物代志爱办哦，莫家己办。 我看阿母对咱的生理哦，搁真了解，知影讲这段时间无出国，绝对袂用的。偏偏伊哦，搁无爱看医生。是啊，啊，电话出来搁看西医啊，啊，看规半波哦，医生嘛讲伊无病啊，袂晓等一久什么老年人退化。我看也是去买中药来泡脚，安尼较有路用。 我看卡一个电话给李嫂啦，那这段时间哦，就拜托伊来照顾我。阿母，这几天啊，吼，我来陪你啦，因后都较无闲。 李嫂啊，厝内面代志才拜托你啊。李某啊，你讲啦，工课较重要，恁哦尽量放心出门啦。嗯，李嫂啊，真多谢啦。袂啦。哎，恁两个乖乖哦，一定爱听阿母甲阿姨话，知影无？我等若是知影恁无乖哦，后壁就不爱带恁哦出去佚佗啊。阿咪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会把弟弟照顾好的。<笑>好乖，那弟弟就交给你喽。嗯。 歹势啦，爱甲你一个人哦，留伫咧厝内面两礼拜呢。啊，唔免操烦啦，事业较重要。这吼，逐天拢爱做诶代志，紧去做，恁拢唔免烦恼讲吼，我伫厝无人通陪，吼，恁紧去紧回。 我着足欢喜啊！妈，紧去，无等者吼，飞机误袂着吼。好啦，明华，行。
阿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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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阿母，阿母啊，护士小姐讲你搁不爱食饭啊哦。阿母，你是安怎嘞？哪不爱食饭？阿母，你是倒位无爽快是无？还是讲你想要食别项？食袂落啦。阿母啊，拜托你起来食饭啦。食袂落吼，无咱食半碗嘛好啊。你安尼一嘴拢毋食，哪会用的啦？阿母，喂，明华，好刚才你打电话回来呢，妈哦，拢唔紧食饭啦。啥？阿母拢唔爱食饭啊？那安尼啦？是啊，嘛是这样嘞。好啦，无你先甲伊靠近一下，我得赶紧哦，甲代志办了就转去，麻烦你哦。再见。我唔爱食饭。是啊。开始退化，啊！谁人知影伊即摆连一口饭都无爱？啊！咱出门的时阵，伊毋是阁会当食淡薄？嗯，阿母阁有讲呢，出门哦，就好好办代志，莫烦恼啦。谁人知影？若毋是上后这几天哦，是上重要的服装发表会，若无我实在是哦，即摆要赶转去，无可能啊啦。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咱村内代志哦，赶紧办办的啦。啊，这代志办煞，赶紧赶两日就好啊啦。无安那，我实在是真烦恼阿母的。是。